问一下德云子弟，谁愿意出来？谁迎战这位姐姐？贺伦兰，姐夫要迎战姐姐。夫妻团圆有何感想？心里边非常的激动。哦，真的，阖家欢乐嘛。你打算唱一什么呀？来什么，人家都唱古装电视剧的主题歌，哦，我来一个现代电视剧的主题歌吧。哎，相得益彰，太好了，哎，应和一下。偶像剧，你要努力哦。然后要加油的。我们鼓励一下张贺伦。再见，青春永远的故乡。再见，青春，再见灿烂的忧伤。再见，青春永恒的迷惘。张贺伦让我刮目相看，嗯，啊，因为相声演员唱歌就是三句两句，对对，能唱这么整段的不容易。站在我后场那个角度看啊，穿了这么一身衣服，剃光头，低着头唱歌，我特别感慨，唱得太好了。太对啊，那个施先生，德云社的这一批青年相声演员都是这么能歌善舞，贺伦刚才这几首歌唱得非常的好听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啊，谢谢，不要骄傲啊，不许骄傲啊！他唱歌的时候，我身体还真麻麻的那种感觉，就他那声音还真的是挺动人的。那也有可能您的椅子漏电。哎，我建议你多上我的节目，为什么呢？我节目电台看不见，就光听你声音真的特别动人，真的。下回我挡着脸。挺好的，真的不错，完美了。好，谢谢吴老师。谢谢。哪位老师？大老师。我不同意五周彤的意见，我觉得他的歌和形象欧了，绝对好。嗯，好，谢谢老师，很完美了啊！你可以搞那个音乐相声一口啊！好，我会骄傲的。好吧，来，我们请张敏到台中来。张敏姐姐和贺伦姐夫终于站在了一起啊！这个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二轮的比赛，对，评委们有什么意见没有？不，我要说话。哦，你还有话要说？我憋了很长时间了，从他们一上场，家里你媳妇不让你说话。我跟你讲，这样，哎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我出一主意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让他们当成一对儿来个对唱怎么样？啊，这姐姐姐的，哎，我想问小妹，你结婚了吗？没结。找个好人就嫁。